国偷渡客历尽阿根廷，进入阿根廷国家现金，在北部科伦特西省带头两名出任中国籍人士从巴西进入阿根廷的非法人士。3月2日星期日晚上，在这一次进国道科伦特西省内，阿根廷国家现金在一楼的通道检查站拦截了一辆卡车，当时车上有两名阿根廷人，现金交给这两人，将货车后车厢打开大门，当打开货车后车厢时，现金发现住了11名中国公民，他们均没有有效的进入阿根廷的证件，于是现金决定将车和人全部扣留进行审查。阿根廷公安局官员决定将11名没有有效签证的中国籍人士全部由公安局的拘押中心解放，拘捕回拘押地，并禁止这些人不能再次进入阿根廷。接下一首歌曲，名字是《阿奥米肯》。这首歌曲呢，是由李润、法达、高米尔为大家演唱的。